为什么要想24小时都有精力呢？其实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认定喜欢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。可能跌倒3次4次，我都没有起来，但是如果我一直在拍，我总会有一天能够遇到合适我的角色，能够遇到合适我的机会，我拼尽全力，我再去努力那么一次，也许就成功了。